Okay, so I'm with another bus uncle. I've heard that he's super friendly to his commuters, and so he got a Service Excellence Award as well. So, you can tell us about it. Okay. My name is Chia Bun Xion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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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SMRT做了三年多，我家的 service 是爸爸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会得奖？因为我认为因为我对顾客亲切，给他们一个舒适的旅程，所以他们会赞我，好像他们好像我的亲人这样子啊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所以我一到会跟他们说早上好。 吃饱了吗？这其实这是我们的服务业服务的之意啊。下车有时小朋友啊，你们好。<笑>有时下车会跟我讲，安哥很好，我越做就越开心，人开心你自己也好过，时间也好。我很感人两个。<笑>真的，你啊，你上下啊，一天啊，你还有像每天都这样开开心心啊，你做工啊，你也开心，顾客看了也开心啊。最主要坦白讲。 安全的出车，安全的平安的回来。那你给其他的SMRT staff有其他的 advice 吗？其实我们做人不要这样计较，虽然是你讲10个人 good morning， 有2个回应你，其实我们是很好了，其实我们是赚到了，真的，我们不在意，他们对我们摆一个脸色不用紧，久而久之，人家会觉得你的好。 然后有些年长的小孩子，他会很开心跟你来车长找安哥找，也是我开心的动力之一。So say hi to your bus uncle guys，just say hi， you know， 你开心吗？得到这个奖？这个奖我很开心，所以我希望可以。第一次吗？没有第二次。第二次了，哇！去年第一次，今年第二次，所以我会继续的保持我的笑容，我的服务态度，也希望大客。 天天开心 ，Yeah，Thank you，拜拜。Okay，Thank you 啊。